本期讲解一个单天啊200到700元收入的小红书幼师项目啊，是虚拟资料项目，长久稳定，正规好操作啊。大家看看，这是幼师啊，幼教。整套课程是从视频素材选择、视频制作、视频发布、视频推崇讲的都极其仔细啊，市面上比这还全的课程还少见，感兴趣的可以下载学习啊。作者也是在操作这套课程的，大家看看，小红书引流做卖幼教。来看看资料，优势资料，加水非常多。这是5月6号这一天的收入，大家看收入900多块钱，啊，还是非常猛的。大家看看，一个小时的收入都是挺高的，一套教程卖10多块，50块钱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还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这个小红书幼师项目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